赛事，精准球赛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读球小宝贝，分析交给我，收米交给你。今天带来英超分析，切尔西对上阿斯顿维拉。切尔西是英超传统豪门，本赛季虽然多名主力离队，但也发掘了多名潜力新星，球队低开高走，整体表现尚可。阿斯顿维拉是英超升班马，该队进攻不错，打法偏激进，新赛季表现也算符合实力，目前暂居英超第十五。本场比赛开出组队让球伴考虑，数据还会有变化。想要获取本场最终推荐或是其他赛事推荐，赶紧添加我的微信 LIFE176666，每日为您带来热点赛事独家分析。